快起来吧，别睡了。野外狙击装备，十分钟后沙场见。对了，今日夜操场。打中红色的35分，打中黄色的15分，打中白色的5分。每组气球1发子弹，看谁先打到100分。目标1点钟，距离800，风速13。目标12点钟，距离750，风速13。目标1号机红色机的确认，可以射击。拨靶。打中无人机扣50分。现在突发意外，狙击手阵亡。你们都死了！备胎就不会跑吗？你们都不会开枪吗？观察手，继续任务。目标2点钟，风速10米，距离800米。目标白色气球确认。当个备胎还漏气，你挺厉害啊。目标1点钟，风速9米，目标25号机白色气球确认，可以射击。九栋四，立正。今天如果是我出任务的话，我愿意和这个怂包分在一组。红色的不射，黄色的不射，你就这么喜欢白色？滚！在夜操场能滚蛋的，才能叫夜操场之子。